小院儿那是我的家，那儿有我的妻，还有我的妈，喜怒哀乐我都牵挂着她。锅碗瓢盆它叮当响，那是我的摇篮曲儿。就是不用上楼梯儿，关上两扇旧院门，我们就是那一家人。高楼大厦固然好，缺少了你想要的亲情劲儿。跨院就能进家门，躺在炕上才有那个舒坦劲儿。住在楼房它是好，可回家还得要升个电梯儿。俗话说得好，远亲不如个近邻居儿，家里有啥那困难的事儿，见面您了就喊一声。楼房您要是住完了，不妨您就来这儿串个门儿。爸，嘘，爸刚睡着，睡了，是的，终于睡了。我爸这多睡会儿觉，兴许病能好得快点。爸好了，我们也就解放了。小点声。哎，你找谁呀？那个，听说你们这儿有失忆症病人，是吧？在哪儿呢？啊！哎，别乱闯啊！你说清楚怎么回事儿？你不是是这么回事儿，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个我们呢，这个厂家专门生产这个治疗失忆症的这个仪器。哎，对，不是，哎，你坐。就我跟你说，这个失忆症啊是很难治疗好的病，它属于精神范畴的病，但是。用了我们厂家生产的这个仪器啊，嗯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是什么呀？只要三个疗程，每个疗程要3000块钱，这又便宜，治得又好啊。不是，3000块钱。那个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家里有病人的？那我们有特殊信息渠道，全球只要有人得了失忆症。我们马上就知道。邓大夫，您先坐会儿，我去看看病人去。没事，在那边了，在那边了。不用，您先坐会儿。不是，给大夫倒杯水，我去叫病人啊，叫病人。坐会儿啊。他去叫去。姐夫。哎。姐夫。哎。别冲我乐啊！你一冲我乐，我就觉得你要把我给卖了，怎么的？姐夫，那个有个大夫吧，给我公公看病，带来一种新仪器。这姐夫见多识广啊，你给看看管用不管用啊？我又不是大夫，我哪知道管用不管用啊？姐夫，您就试试嘛。我试他干嘛？我还整姐夫，哎，帮帮忙，不是，帮帮忙，我还有事。黄华，不是你，把大夫带姐夫这屋。你不是那个，我还整那花没弄完呢。不是，是啥？你看，病人，病人。哎，这就是失忆症病人。是，你看他脑袋被撞的都肿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我给他现场治疗一下。太好了，治什么呀？在哪治啊，大夫？回屋，回屋，回屋，走，这样吧，走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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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屋治。不在，可以出院喽。喂喂，哥们，放松，非常舒服。对对，疼不疼啊？这玩意儿不疼，不疼。哎，你试试，来，不是你这，哎，妈，真不疼。不疼。
他鞋有点凉。手手手手，这插上。啊，这也不疼，这个疼就好。哎，不过你待会儿你这玩意儿通上电疼不疼啊？放松，放松，放松啊！非常舒服，是吧？那你这放松啊？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好。大王，走一边。他在宣泄，他在宣泄，宣泄，宣泄出来就好。治成这样呀、哎！不，三个疗程，这才一个疗程啊！你呀、就是庸医，就是一混蛋！哎，你怎么骂人呢你？骂的就是你，他根本就没病。对呀、他没病，你让我治他啊？这，算了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医药费还是要给的。什么药费啊？你把我们人都治成这样了，我还没找你要钱，跟我提钱是吧？哎，你还敢跟我提钱？这，岳父。姐夫，姐夫，快电死我了！没事，姐夫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姐夫，对不起。我怕那个大夫是假的，怕把老爷子垫个好歹的，就让你先试试。姐夫，对不起，姐夫真缺德，看我当事业品。不是，对不起，姐夫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扶我起来。哎呀，对不起，管用。那警察干嘛？警察。红果，红果，怎么了？爸呢？爸，爸在里屋呢。爸，不在呀。啊，那爸呢？啊？你问我，我还问你呢。不是，那我跟你在一起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爸呢？爸呢？爸上厕所了。爸上厕所了。爸上厕所了。爸。爸。爸呢？爸没在呀。你呀，爸都看丢了你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处长，老二啊，哎呦，这是排骨啊，挺新鲜的，这给你们做去，坐下吧。新一啊，爸没事吧？啊，爸，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挺好。老头子。老头子，买排骨来了啊！你不耐吃这口吗？我到时候，哎，好，你爸人了？我爸人呢？我爸人啊，他，我刚才上咱家厕所呢，我爸可能啊，是不是去外边公共厕所了？不是，我说你呀，这孩子太粗心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怎么能让你爸爸一个人上外边厕所去呢？万一……他从那厕所里头出来，再走丢了，可怎么办？你真是的！哎，妈，哎呀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您这是？上厕所找你爸。哎呀，妈，厕所，您看您还拿着排骨呢，您去厕所是不是？我去。哎，对，红果去，红果去。啊，那行，妈，您去厨房，我去厕所啊。走，新一。我也去了，妈。我们走啊。能让你爸一人上那么远厕所呢？不省心。有吗？爸没在里边。你说爸他能去哪儿呢？你说都怪你。你说你看个人都看不住啊，你个猪脑袋你。哎呀，你怎么能怨我呢？那要不是你把我叫出去，那爸能走丢了呀？那还怪我呢？啊！行了，谁也不怪谁，那赶紧找去吧。那去花园找找看吧。对。哎呀，这要找不到啊，妈非把你吃了不可。我咱离家出走吧。走。别废话了，快去吧。这叫绑架，知道吗？叫侵犯人权，我可以告你们。不，你小点声，你别叫我爸，我还没结婚呢。哎呦，怎么办呢，新姨子？先到咱屋去啊。到你们屋干嘛？快，我不去。我小点声话，我求你了，你。
快快！哎呀，你们撒手不行吗？哎呀，就爸，坐坐坐，我就把门关上，把门关上。不是你关门，幸亏发现的早，要不然爸都被撵到车轮子底下，多危险！爸，行，谢谢，好了，都怨我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先擦擦脸，快！不是我，爸，哎呀，别动，你这擦皮鞋呢似的，我这爸，快，给擦一下，不行，妈发现就完了，赶紧走，你别坐坐下，爸呀，干嘛了？哎，爸，你爸呢？哎，我回来了，我在这儿呢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那个，你先给爸换衣服，我去衣服了。行，快！老二，妈，哎，妈您来了。哎，干嘛了？那个红国刚给爸吃的药，爸睡着了，说梦话了。啊？他在你们那儿睡觉了？哎，让他回屋睡去。哎，没事，妈，不是爸就想在我们屋啊打个盹儿。一个公公的儿媳妇不睡觉，切你！哎呦，孝顺孩子，好孩子。妈，您看吧，爸也就是百年不遇的病一回。你说我们做小辈的啊，别说他想上我们屋睡会儿觉了，就是让我出去住也是应该的。好孩子，不上班能行吗？行，我都跟单位请好假了，都像你就好了。妈，哎妈，您回屋休息吧啊，这有跟红国照顾呢，您放心。行，我歇会儿去。哎，行，你比你嫂子强。妈，过奖了。骂人。慢点吃，慢。哎呀，还掖着。哎，这衣服谁的？哎，红果啊，这不是你的衣服吗？爸的衣服呢？啊，是啊，爸的衣服我帮他给洗了。你干的？对，洗衣机，真让你受累了。不错啊，不错。今儿个你们俩照顾的可不错，还得特意表扬一下心仪。表扬我啊？是啊，本来不是你的伴儿，特意跑回来照顾你爸，又给洗衣裳啊，又让他上你们屋歇着，见儿媳妇儿啊，好样了。对，妈，我媳妇儿嘛，是吧？应该的，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儿。那个心仪表现是不错啊，诗欣也会好好表现的。来，吃个饭，两个。心仪，吃。谢谢妈。吃肉。哎，他们俩把我胳膊都弄疼了，还让他们吃肉。那个。哟，爸，你这胳膊是怎么弄疼的呀？对，爸，你把这肉吃了，特别香。说嘛？妈，爸那意思是说呀，那排骨特别好吃。对，多吃好吃。对，多吃素的都有好处。来。张大爷，哎，这么晚你哪儿去？我上厕所。不是，院里不有厕所吗？您甭上公共厕所了，回头您再走丢了。这，啊，您先去，快走。我这。怎么了？我得在外边溜溜，我才接得出来呢。啊，那行，你先溜吧。啊，不，你是不想让我上厕所是吧？啊，你是诚心憋死我老头子呀？啊，不是说你得先溜溜吗？你不是说让我先去吗？那成，您先去。这混小子，你完事您叫我一声啊。行，怎么着？什么事？哎呀，还得再整点耗子药，闹耗子。大半夜的，你小子还跟我藏什么藏啊？哎，不是，哎呦，抓人呢！这不是咱院的人，天一，哎，你给我站住！怎么回事？
么站住！你们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我会拳，我会拳，你别过来！来来来来来！我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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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站住！小偷啊！偷咱车！是啊！啊！呀，送派出所去！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送派出所。哎，张楠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我像有事的吗？你看我啊！哎，你别说啊，我倒觉得我爸这气色好像问题不大。我也觉得是。那要不是因为那刘书芳啊，你爸爸倒能被撞吗？不被撞糊涂了，能让小偷打吗？哎呦，妈，您就别说了啊，说什么都没用啊。大夫不说了吗？他的糊涂是暂时性的，对吧？哎，现在我们就让爸爸好好休息，对吧？哎，让他尽快恢复，您说是吧？是，怪可怜的，看。等他醒了以后呢，我再问他刘淑芳。哎呦，又来了！妈，走吧，走走走，来，还骑驴子来。我是刘淑芳，我等你。好，行行行，他喝一会儿吃饭啊！哎呦，这老头子又跑了！你，哎呀，天意呀，天意在了吗？天意，天意，哎，张奶奶，了不得了，了不得！你张大爷又跑了，又跑了。那行，你别着急，我找去啊，找找。张大爷，您回来了。张大爷，啊，天意，赶紧的啊，帮我把那药给他喂下去，睡着了他就跑不了了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快点，我去。给我药干嘛？我不吃药。您吃了吧，吃了好了。您真的，您吃了吧。我没动。哎，好了，可算吃进去了。是吧？兜里打时间差，要不真喂不进去。我天意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我真的好了。哎，像您这样的，一般都说自己病好了。真的，不瞒你说啊，哎，我今儿早上一睁眼，感觉我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我刚才出去一趟，那是真有点急事要办。您病真好了？我觉得是好。那行，我考考你。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，迎风破浪船升两道帆，逆水行舟四人八只桨。哎呀，豪哥抱马头，凤凰三点头，小爷下江东，向北一鞠躬。哎，张大爷，你这都对上来了。那个，那我再考你点难的啊。那个，这是几？三。这是几？四。合一块是不是十？错，七。哎呀，这么复杂的数学题都算出来了，看来真好，真好。我找张大娘去。张大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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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，干嘛？你看这，这什么意思？明白吗？干嘛？这是不明白是吧？张大爷都明白，他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你看，快看看他，快，好了，啊，看看。老头子，你不
嚎了吗？哦，我刚才把药给他喂进去了。都嚎了，你喂嘛药啊？我当时我哪知道他好了呀？哎呀，我说丈娘，你说说，你说说啊，这不祸不单行吗？这不，我刚听田一跟我念叨来了，本来长大就糊糊涂涂的，你说怎么让这小腿把脑袋给打了？你说。小腿好啊，打得好。这可你就不对了啊！你们俩甭管再怎么有意见，那也是两口子。说嘛呢，这是？嗨，你知道吗？小腿一打，打明白了啊？真的？哎呦，那可引祸得福。哎呀，服不服的？这大家子啊，哪个让我省心啊？俩儿媳妇儿没一个省心的。哎，说嘛呢你呢？我们家心仪可没少为你们家的事儿操心费力的啊。没说你闺女，我说那谁，那谁，史琴，史琴又怎么了？他没事儿。这个人真是的，都是一家子。你说出来有嘛事儿，我替你出主意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事情啊，没事儿。神经了你是？真行啊，我真服了你了。不是啊，你说你糊涂着吧，也就好了啊。你这醒过来，又跟老情人书信来往。哎呀，你给，行行，给我，给你啊。你说你干嘛呀，这是？我哪么对不起你了？别嚷，别嚷，你就听听。你让我别嚷，你别写信呐！啊，你写你干嘛干嘛？哟，给嘛给嘛？哟，你还想抢男的？还抢男的？哟，我先看看吧。你可别撕啊，私拆信件犯法，国家有隐私权的。有本事你告我去。撕了，哎，撕开了我还。哟哟，我还拿出来了我呀。我还念，哎，哎呦，亲爱的福官哥，要酸死我了，压倒了啊！哎呦，很高兴收到你的回信，见到信就像见到你的人一样，又恶心死我了。我一切都好，请勿挂念，我现在已经能下地了。下地，这嘛意思？能下地了，还真快。虽然我身边没儿没女了，但是在社区的帮助下，现在已经搬进了社会福利养老院，你们不用再给我寄钱了。你又给他寄钱了？不是同情他吗？你同情他？谁同情我呀？苍天呐，大地呀！我说你别哭了，行不行啊？我这行了，行了，你要念你就念啊，你要不念你给我看。我念，嘛不念，真是。你们的帮助我永远忘不了，你的恩情我永远也忘不了。谢谢你和嫂子。哟，又出来个嫂子！哎呦，你可够。说的是我吧？可不是你吗？请特别转告嫂子，这么惦记我，我非常感谢。不，这怎么回事？这里边这说的，所以说呢，你就没闹明白，你就跟着瞎起哄。我跟你从头说吧，啊，汶川地震知道吧？知道啊，哎，这个书房啊就住在都江堰，这一震呢，全家人就都给捂在里头了啊。等把人刨出来的时候，这人就瘫了。我说呢，我说咱们帮助帮助他。你想想，帮助一个人啊，他不是也算为灾区做点贡献吗？你说你这老头子啊，你早干嘛去了？啊！你早完事说清楚，我能跟你闹吗？这多可怜呢！我还早说清楚，我不是就怕你打翻了这个醋坛子吗？啊！你看这个，我每次写信的时候，还都把你放在前头，都说是啊，你让我给他寄的钱。你，对。
什么意思？换信呢？真的？哎呀，写呀！写。哎，淑范儿，嫁个妹妹。你算死了！写。妈，快点儿，饿了。行了，我说，这段时间你爸爸病了，你们都怎么表现的啊？洪国呀，啊，让你看着你爸爸，你给他弄丢了，这万一出点事儿，可怎么办呢？行了行了，咱不说这个了，都过去的事儿了，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还有史琴，该你值班，你怎么偏偏就有事儿呢？妈。实情单位真的有急事让他去上海，机票都买好了，他能不去吗？是吗？行了行了，这说半天了，不提这个事儿，咱们说点有用的啊。嘛有用？吃饭呢。吃饭是吧？我端汤吃。先给妈吃饭，先给妈吃饭。好嘞，来来。爸，我帮你。哎。妈妈，又妈妈妈。听见了吗？不乐意了，这帅我呢。那么哥赶紧看看去，这都哪？这帅我了。你这先别没事儿找事儿啊。媳妇，啊，你真不高兴？来来来，我来。不是，怎么不高兴啊？哎呀，妈以为他说了你几句，你不高兴摔东西了呢。我没有啊，我这烫手了我。赶紧送过去。你说这不是？你怎么那么不孝？这不是越忙越乱吗？这我来。我赶快解释一下吧，我。哎，小心小心。哎呦，哎。妈，妈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我不小心撒的。对，没事。哎，妈，我给你盛点汤啊。行，不用了。哎呀，妈，对的，妈，妈来，又。妈，哎，对不起，我这是。哎呀，这是诚信了吧？不是，妈，嫂子她不是故意的。对，妈，我去拿点药膏给您擦擦。不用，吃饭，没事，吃饭吧。都坐下吃吧。没事啊。哎，你也吃，来。妈，饱了。哎，妈。你说这几天啊，妈怎么就跟我过不去啊？老婆，你看，哎，我们做晚辈的不能跟老人家计较，是不是？你要真不痛快，拿我撒气。你有什么用啊？算了，老婆，难得糊涂。哎，睡觉。我说你这是烙烧饼呢，是怎么着？翻来覆去的，还让人睡觉不成？心里难受，我睡不着。哎呀，我说你这是怎么了？我，哎呦，我说你倒腾一天了，你让人耳根子清净会儿行不行啊？戴上耳朵，我跟你说，戴上。哎呀，不是，你说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得病的时候了，本来应该使劲照顾你，可是了，他。说党委让他上海，来了个男的接他，俩人在门口说那话，那亲热哟。行了，学不了，我告诉你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就不爱听你说这个。不是你看见什么了？你听见人说什么了？真是无事生非，没事找事儿。爸晚上都不说睡觉。妈，他没事找事儿吗？这不是个小事儿，是不是？我不跟你说，我跟谁说去？我跟那李婶说去。我疯了，我。像这事儿，我心里我难受。我告诉你，我哎呦，这没心没肺的傻老头哦，没说完了，我还起来。哎呦，我说你要疯啊！你这大晚上的你嚎什么呀？打呼噜睡不着。我惹不起，我躲得起啊！我上客厅睡去。算清楚。哎呦，哎呀，这还不如说话呢。哟，妈，
我回来了，回来了啊！哎，老二，嗯，您说啊，我看这电视上哈，两个人谈恋爱都那发个心细嘛的，是吗？是啊。怎么着嘛？你想要一电话呀？你想要电话，您直接跟我说呀。哎，妈，您就看我这电话啊，特便宜，而且功能还特别多。您看，这个能上网，能照相，能听歌，还能打游戏。我给你买个去吧。不是，我是说那嘛，就是，你比方说哈，我发给你信息，你能看？哦，我当然能看了。啊，对啊，而且发信息比打电话还便宜。哦。而且这个电话有的不方便说的吧，您就可以发信息，特别是呢，这信息保存时间长啊，随时拿出来，随时都可以看。那个，你教教我，那个能发能看啊，好用的话我自个儿买，不用你买。哦，行，特简单嘛，你看，发信息，哎，您看了吗？咱们先进这个菜单，哎，菜单。这里边还有菜，哎呦，还水果呢吗？那不是一个菜、啊。您看，进这信封，看了吗？啊、进小信封。哎，提嘛菜呀、啊？弄得我都饿了。我也饿了。您看，哎，进去。咱们发条内容，编辑完毕。您发给谁啊？妈，写完了就能发了。那、啊、能发了？对，不发。啊、那个，看，叫我怎么看？就是。发给我，我怎么一看，不发你看是吧？就借信息。哦，你看也是这个小信封，进这个收件箱，打开，哎，你看一条一条的啊，这就看了啊，这下我就好办了啊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哎呀，再辛苦一下吧，把饭做了，这就做饭去呢。你帮嫂子做饭去。哎，嫂子，我给你打下手啊！别着急啊！哎，电话呢？坏了，先问哪一个来的？哎呦，怎么说话呢？你这哟，电话响了吧？赶紧接去啊！没事，咱妈在屋里呢，让她接。忙的，红果，帮我看下锅啊！哎！不知道电话在哪儿？搁这包里呢。哎呀，就在这儿呢，没在家呢。这个就行了。喂，妈。哎，什么？我没给你打电话呀。我问是不是我婆婆找您的啊？妈，你给我妈打电话了？没有，没打起来，可以打电话干嘛？哎，不到电话在哪儿呢？你能打呢？奇怪了，家里有电话。喂，妈，没人找您，你准弄错了啊！我那儿做着饭呢，不跟您说了啊！哎，过两天看您去啊！我妈是老糊涂了，她姐姐那上岁数就。有什么事儿吧，我让人睡觉。我跟你说啊，自从我看见史金跟你楠楠说完话以后，我这心里头就别扭。你说啊，万一这史金要有了外遇，咱们宝可就戴绿帽子了。是不是，你还有完没完了啊？你瞧见什么了？你不就看见史金和一男的在胡同口说话吗？
那我天天还上公园跟那些大娘们跳舞去呢，你怎么不说呀、啊？小雨，你以为我不逗呢？我跟着你看了好几回了，那些老太太都不乐意跟你跳，你这为嘛？为什么？你跳舞跟抽风似的，你干嘛不给你跳舞？哎呀，你是不懂，他们的跳的都是老步，啊，我是新潮，他们不愿意跟我跳。那是他们跟不上我。你这老太，你要说老太太干嘛？这不你提的吗？你说说说正事儿啊！哎，你说这事儿，我是不是得跟红宝说说？哎，你别没事找事儿成不成啊？这我瞧你是纯粹想把这家给弄乱了。不，哎，不跟红宝说吧，我心里难受。你要跟红宝说了，那儿子心里更难受。那不说。那我心里怎么才能舒服？你要不说话，我这儿就舒服。那我这，那我跟宝说吧，他难受；不说吧，我难受。说，他不说，我说不说？不说啊！事情竟然背着我干这种事情！我也是犹豫了半天才说的。我就说这事儿吧，他不是个小事儿。这当然不是小事了，妈，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哎呀，宝儿，你要不然，再观察观察再说。再观察？哎，再观察，我就不光戴绿帽子，我该成绿蛤蟆了。我宝儿啊，你也是？什么？你怀疑我有外遇？怀疑？我妈亲眼看见了。啊，你跟你同事的小刘在那个胡同里边啊，卿卿我我，恩恩爱爱，腻腻歪歪，眉来眼去的，还说要送你什么话呢？哎呦，你真不要脸了你！气死我了！哎呀，他这是造谣他！造谣？啊！我妈要是没有看见，能随便说吗？啊！看见？啊！你妈跟踪我，那她还监视我。哎呀，这日子我没法过了。我告诉你，那不是监视，那是关心。关心？对，有这么关心的吗？有这么关心人的吗？别打人了你！哎呀，你妈怀疑我有就算了，你怎么也跟着瞎起哄啊？哎呀，怎么？怪不得那天我妈突然给我打电话啊，说我给她打了电话。这个有什么关系啊？原来是你妈偷看了我手机短信，不小心摁错键了。不可能！什么不可能？我妈不会用手机。你得了吧！我倒要去问问。他到底听见什么，看见什么了？他也好，当面对质。哎呦，妈，妈，干嘛？红宝说您看见我跟一男的，就那么随便一说字儿。哎，妈，但是。你们俩说话那口气够亲密，不是妈，你怎么能怀疑我做那种事儿呢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我不都，哎呀，那是我们公司同事小刘，他接我去上海的。嗯，同事啊，嗯，孩子，同事人家不是这样，没什么，人互相照顾照顾嘛的，就是，嗯，送个花嘛的。你房子布置不错，我搬你屋住你妈。哎呦，你听听，不是妈，你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他还气死了。你回来，听真真的，还想你来。走慢点。站好了，站好了。干嘛听你的？张红宝啊，张红宝，干嘛？我跟我同事说几句话，你就怀疑我有第三者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就跟我同事小刘我说了几句话，我怎么了我？你看怎么样啊？如果你跟他没有亲亲密密的，你怎么就不让小刘进来说话呢？如果你跟他没有亲亲密密的，怎么让我妈听见你们说肉麻的话了啊？你站好了，张红宝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一生我清清白白做人。我最讨厌别人说我有这种事儿了。我错了，志清，我告诉你，
你知道男人最恨什么吗？什么？最恨女人做这种事情了。什么事儿啊我？哎，你自己知道。你不信任我？你是不是不信任我？你是？不是啊，你不信任我。我嫁你不信任我。哎呀，你个死鬼！我嫁你不信任我，嫁你不信任我，我哎呀我。你每次都这样。我不活了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妈，吃药了，跟你没关系。吃药了，他就要死了，我让他说明白。再见吧，哎，他死了还怎么说话？回屋睡觉。哎。喂，装什么装啊？活不了了啊！这真的。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哎呦，这有人没有啊？哎，我说，我，哎，谁？哎呀，哎呦，这张大娘活不了了，啊，活不了了！我跟你说啊，您怎么又活不了了？那谁？谁呀？就那谁？谁呀？哎，怎么那么笨呢？就那谁？我他到底谁呀？我，啊，是诗琴，我嫂子，怎么了？服毒了？服毒了？服啥毒了？喝了安眠药了，喝安眠药了。嗯，那他为啥喝安眠药呢？他为嘛就怨我呗？一开始啊，我呀听啊，他那跟红宝，哎，红宝啊，我都快死了，你还怀疑我有外遇？你是个没良心的，哎呦！我死我也要做个明白的鬼。我对，你说说清楚吧。啊，打电话干嘛？给小刘打是吧？哎，喂，哎，张经理啊，哎，我是诗琴啊。前两天你是不是让公司小刘接我去上海了？啊，是啊，我们家那口子他不相信啊！你跟他说一声啊，说呀，说呀！阿梅，张经理啊，你好，对对，我是红宝，不是我不相信诗琴，是我妈不相信诗琴。不是，哎呀，对对对，我明白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那个都是一家子闹着玩，你知道，闹大了把您也惊动了，你看没有？真不好意思。哎，要不你先忙啊啊，改天联系啊。哎，再见。嫂子，嫂子，你可别想不开呀，嫂子，你怎么不能死啊，嫂子？你嫂子，你妈呀，快进来！哎，嫂子，赶紧停！出去，别跟着搅和。走，没事。不是，张大娘，这红宝哥说嫂子没喝安眠药啊。可是我明明好像听他说喝了呀。那到底是明明还是好像呢？明明。要明明的话，那还得把嫂子送医院。好像。那咋又好像了呢？继续。
要学会珍惜，要哭要学会珍惜。路要朝前走，人要往远看，最爱是亲人笑脸，幸福就在你身边，哦，幸福就在你身边，你身边。